陆国红统领说，要把所有的人类和变异兽高阶全都集中到未来城来。那我们要把管城的星星、双胞胎他们都接过来吗？我已经跟星星说了，他们明天就会出发，主要是七阶以上的，七阶以下的则是留在原来的城市。不仅如此，未来城里七阶以下的人类要全部都遣散出去，让他们去其他的城市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陆统领说，最终一战下来的全都是高阶丧尸，而且他们的目标也不会再放在那些普通生物或者说低阶生物身上了，高阶集中在未来城，到时候丧尸大军应该只会攻击未来城了。不过说是这么说，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丧尸是不是真的不会进攻其他的城市，所以这还是有一定风险的。但是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，现在的意思很明确，整个华夏以未来城作为最后决战之地，我们准备最后决战就行了。平平安排下去，娘子军现在没有升级七阶的，明天中午之前全部升级为七阶，我们要全员参战，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姐妹。好的。岳馆长，是什么事这么急切？马上就会陆陆续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异变者过来，在这之前你们得把未来城这边全部都给安排好。未来城将是最终决战城市，所有高阶集中在未来城，低阶我们要分散到其他城市。未来城现在也有上千万的人口，低阶异变者才是主流，那岂不是大部分未来城的人都要迁移走？是的，如果未来城作为主战场，那这些人肯定要妥善处理好才行，太近了可不行，到时候战斗起难免会波及到他们，但是稍远一点的话，现在这外面可是有不少的丧尸的，这是必须要抓紧，而且要办得漂亮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人类最终胜利了，未来城以后可就载入史册了，而两位团长也将会在其中留下浓厚的一笔。听到五月这么一说，两个人瞬间从愁眉苦脸变成了一脸的激动。说的对呀，这估计是未来城历史以来最大的殊荣了，这同时也是我们这辈子唯一一次光宗耀祖的机会了，交给我们了，保证安排的妥妥的。各位兄弟姐妹们，人类跟丧尸之间的最终一战，而战斗地点选在了未来城，这一战关系了我们所有人类的未来，胜败在此一举，能够成为最终战场，这是我们整个未来城的荣幸。但是现在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，我们需要大家积极配合。我知道离开自己的家乡，大家肯定会有不舍，我承诺这一战若胜利，我会亲自去接你们回家。陈城主，我们作为一名华夏人，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我们坚决服从组织安排，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配合。随后整个华夏所有的城市都在第一时间就已经行动了起来，京都的陆国红、魔都的林民生，还有荣城战区的京阳，现在京阳已经后来者居上，成功达到了九阶。虽然荣城战区一直在四大战区中整体实力稍差，但之前的丧尸攻城还是让他们获益不少。九阶虽然少，但还是有的，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朱统领在不久前不幸战死了，这让京阳不得不挑起了重担。不过相比较未来城而言，他们就简单许多了，他们要动的只是七阶以上的异变者，根本不用担心路上的危险。所以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后，整个华夏大部分的七阶以上异变者都会聚集到未来城来。城墙得加高，还得加厚，上面要多做点炮口出来，方便大家使用。城主你就放心吧，保证一天就给你搞定。行吧，你们加油干，有什么要求直接提就行了。三天后，岳团长，这就是小白和妖姬闭关的地方吗？是的。灵魂探测，大量能量聚集已经有了一丝丝领域的迹象，看来妖姬马上要拥有领域了，没想到他的天赋居然如此的惊人。小白这边我却感觉不到进度，不过就以他们现在的程度，就算是兽王赛事也不会比他们更强了。而此时我已经感觉到了外面白虎王的气息，但是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分心，连白虎王都出现在了这里，足以说明了情况的严重性。但越是这个时候反而越不能急，这个时候光急是没有用的，只有尽快迈入地级境界，才能够真正的带领大家走向胜利。这段时间闭关，我再次发现了很多规则之眼的神奇之处，在冲击地级的同时还得好好琢磨琢磨这个瞳术，说不定这双眼睛会比领域更加强大，成为真正的杀手锏。时间很快又过去了五天，这五天里未来城所有的低阶已经全部都转移了出去，而陈刚作为未来城的主人，这几天脸都快笑僵硬了。其他几个战区的七阶以上异变者也都已经基本到达了未来城，这来的人最差也是七阶，八阶数不胜数，九阶也不在少数。陈刚也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分出所有人的实力，只能见到谁都笑脸相迎了。岳团长，
小白兄弟现在什么情况？陆统领，实话实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前几天白虎王已经去看过了，可是他也看不出什么来。现在只能希望那地级丧尸不会这么早就出现。陈刚城主，陆统领，您说，我这里有一批武器，还得麻烦陈刚城主协助我们的人一起安装一下呢。这批新武器也就是京都最后的秘密武器了，七阶变已经为动力的变异能量炮，这东西就算是京都全力以赴的研究，最终也只弄出了十台。但不要小瞧这十台，等大战开启，肯定会给丧尸一个大大的惊喜的。陆统领放心，我马上就安排人安装。等到陈刚离开后，陆国红又看向了白衣。辛苦了。首领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做好，在最关键的时候我却没能做到我该做的事情，侮辱了我们的职业。活下来就好，如果你愿意，随时可以归队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一向淡定的白衣这次真的不淡定了。行了，哭什么哭，过几天还要等着你冲锋陷阵呢。等这次结束，我们再好好的喝上几杯。一言为定。